那个《王国之心》啊，《龙龙降生》。还赔的好快啊，感觉。这玩意儿跑得这么快，我记得原来没有这么难的。这东西是真的烦人。我们先来打这个梦幻城堡啊。先接个任务吧，得。这个《梦中降生》是当年上高中的时候在电玩杂志上看的。当时感觉这个游戏特别牛逼啊！我其实当时感觉 3D 的游戏都特别厉害，就当时在那么小的一个机器上就能玩。大楼梯，咱们刚上来就大楼梯吧，从边上走吧。也走不了呀，这边反正上下视角是调不了的，反正那算了，再回去吧。我感觉阿克亚好弱呀，感觉没有泰拉强，而且没有那个谁强，没有丹尼斯强，比较弱。还没有反击啊，感觉现在好蛋疼，连个反击都没有。
这个帧数还是不够稳的。那咱们还是从大门出去吧，后面那个地方也出不去啊。还要走回来，还是继续往前走吧。看附近有没有地图的箱子啊。
拉库亚这个技能是真的强啊，还是蛮强的。好啦，视频就录到这。